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是我方方哈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个作品的支持。刚才呢，从小菜园采了一些这个餐菜哈，还有一些豆角，豆角呢就晚上才做来吃。这个餐菜呢，打算跟这个鸡蛋滚个汤。另外呢，从冰箱里面呢找到这个熏鸭胸肉，这个熏鸭胸肉呢就跟这些鲜蘑菇哈、香菇、杏鲍菇来炒一炒，今天的简简单单的一汤一菜。好了，马上开始制作。锅里加少许油哈，先将这个鸡蛋炒一下备用。好，可以了，出锅。重新加少许油，然后爆香几瓣大蒜，然后加水，盖上锅盖，让它烧开。水烧开之后，加入这个餐菜。水再次烧开呢，加入这个已经炒好的鸡蛋，然后以少许盐、糖。还有鲍鱼汁调味，调味之后呢，盖上锅盖，转成中火，继续滚它个4-5分钟，然后就可以出锅了。川菜鸡蛋汤非常的鲜美，非常的营养，来自田园的绿色无公害食品。好，现在进行第二道小菜，烟熏鸭肉炒鲜菇，往锅里加少许油，然后将这个熏鸭胸肉煸出油脂，煸成像酱，双面微微发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盛出备用了。剩下的底蕴呢，煸香这个香菇，这香菇煸至发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将这个鸭胸肉回锅哈，然后继续的翻炒，材料混合均匀之后呢，来少许这个生抽或者酱油哈，来少许白糖，盐呢就不需要加了，那个熏鸭肉的盐分呢已经足够了，再来少许这个牛花雕。将调味料混合均匀，然后就可以出锅了。熏鸭胸肉炒鲜菌，烟味十足，鲜味十足，非常的下饭。一菜一汤，开饭。尝一尝这个鸭胸肉，还有这个杏鲍菇，烟熏味十足，非常香，非常鲜。这道菜啊，要是用那个农家那个烟熏肉。腌腊肉，估计这个味道呢更加霸道。来尝这个一大口，配上这个腌制的小米辣，更香，有点辣的开胃。来喝点汤，这汤也不错哈，自己种的菜菜打出来的汤，味道鲜美，吃着也安心。这汤啊，要是加上一块豆腐、咸蛋或者皮蛋哈。这味道呢，肯定会更鲜美。小时候呢，我们都怎么吃，知道吗？将这汤呢，都拌到饭里面，这样拌着吃，会更加下饭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，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哈。我继续吃饭了。有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，可以点赞、关注、点击转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